哇，走掉。61分之秒 ，F5.6， 这下班过来，现在6点到，现在已经6:18了。哎，在石头尖尖的啊！哎，对，快出来了，快回来了。哎，还有3只不晓得在哪边去，有一只飞过去。啊，有看得到，左边那边。对。哦，很清楚。这只算大的还是小的？这只小的，小的哦，对，才不会跑嘛。那总共3只小的，另外2只不晓得在哪边。它是在白色的那个石头上面那边吗？不是，它底就是靠近我们这边最凸的那一块，有没有？嗯、那颗，它在那颗的尖尖那里有的。哦。就站在那里。哦。哇，这样看好清楚啊！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对对对对，那边转。它只是上面那边有没有？那树上面还有一坨，有没有？它有一只青鸟站在那里。最高的最凸出来，最凸出来的那个位置，最凸出来那个位置。不是很大只啊，小小只的。不过上面那只应该是青鸟，这个也是超大炮的。下班了，扛这个，啊、扛这个超重的，他这个比你还更大只。拜拜。哦，我要拍了。哎呀，难怪他走了。